第六题，下列何者不遵守欧姆定律？这也是老师上课所举过的说明。那么，不是所有东西都遵守欧姆定律，电压跟电流成正比。比如说二极体就不遵守。所以第六题，我们说下列何者不遵守欧姆定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二极体。